世界上最危险的三个职业，第二个定点跳伞，它是迄今为止最极端最危险的运动之一，但对某些特定人群来说也是一项收入来源，这绝对是最危险和最惊险的工作之一。但尽管这样，每年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，一个小失误或是一阵意想不到的强风都是致命的。它也凭借较高的致命率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运动之一，而接下来的这份工作绝对能让你大呼卧槽。